又有点小鳄鱼的感觉，对啊，还有一点小恐龙。本片有鹌鹑、仓鼠跟手工比赛吃虫画面，影片随时会出现虫，不介意者再观看，谢谢。你会，尾巴在动哎，为什么？嗨，大家，我是小许。今天很荣幸受到仓鼠人频道的邀请，来谈谈同时养50只手工是怎样的体验。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从零开始养手工篇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陈。我们感受到这小许非常大言不惭，这边我准备了20道手工的快问快答。那如果他答不出来呢，我们就要来请他吃。那我们这边小许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第一题，手工为什么叫手工呢？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以其常在屋壁，故名手工。哎，意思就是说呢，工在早期是房屋的代称，手工就是守在家的墙上，也就是壁虎的意思。手工就是古代壁虎的称呼。不过市面上常看到的豹纹手工是国外进口来的，原产地是巴基斯坦或是东印度那边，在台湾原生是不会有豹纹手工的。第二题，台湾常见的手工品种是什么？有分不少种啊，大概是分哪几种？台湾常见的手工品种是豹纹手工、肥尾手工。讲得很好。第三题，手工的寿命大概多久呢？5到10年，人工饲养的情况下。真不愧是专家呢。那第四题，手工的叫声是什么呢？我就模仿一下壁虎的叫声。其实还蛮像的。第五题，手工的气味。没什么气味。第六题，手工的公母怎么分辨呢？啊，公的会有蛋蛋，这个下面那个就是蛋蛋。对啊，我就是母，就只插在这里而已。嗯，小只是母。嗯嗯。尾巴在动哎，为什么？就是有点类似要发情了。对、啊。所以他们公母是不可以放在一起养。对，公的会一直发情，母的是不想要的意思。嗯，原来是这样。好有趣哦。母的发情就是会很明显有排卵，外表行为上面不会有反应，因为像月经。下一题，手工的餐餐。虫。人家主食就是虫，平常不用再吃其他东西。不用。有，吃掉一只。樱桃红蟑、杜比亚蟑螂、还有蟋蟀、面包虫这几种去做选择。饲料之类的东西有，可是饲料不便宜。比如说我这样50只，一天就400块，我不可能负担得起。那现在我们准备了一些手工的用品，我们请小许来演示一下，要怎么把它组装起来。你干嘛？这个是窝，30×20，那高度的话就是让它不要爬出来。然后这个黑不拉几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应该是那个躲避屋，有没有？就是躲进去的那个屋子。然后平常的话，我们铺一些厨纸在下面。我们先铺个2片哈。哎，好的。这个是维他命钙粉哈，然后应该是10盆哦。看我们这个旁边都有流透气孔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这个东西是加温垫。那手工因为是爬虫类，所以它在消化的时候需要温度来帮助消化。所以冬天的时候，因为太冷。正常的温度下，它没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消化，所以我们需要加温垫来去提升它的温度，让它可以顺利的消化吸收。如果需要消化的话，我们会把温度做提高到30到32度。不这样做的话，就没办法吃饭。那个虫会烂在肚子里面。哦。我流血了，因为刚刚它咬我。痛吗？会痛。刚那一口就流血。对啊，有细细的尖锐的部分啊，就会有齿痕。它牙齿是什么颜色的？肉的，没看到牙齿。肉色的。哦，难怪。锯齿状，还好，因为很不常见。手工跟壁虎的比较，哎，就是可能比较大一点。对，你答错了，是一样的东西。壁虎，这是一只来自巴基斯坦的豹纹壁虎。它们跟一般壁虎最大的差别在于，你可以看到它们的眼睛部分，它们是有眼皮、上眼皮的部分，所以它们可以眨眼睛。那一般壁虎是不会的哦。手的部分你可以看到，它跟一般壁虎不一样的点是，它们没有可以让它们爬墙，有的是尖的指甲。
尾巴的部分呢，就是他们会习惯把养分储存在尾巴，假设遇到了很长时间没有食物的状况下也能存活。它会断尾求生？它会，你可以看到这一节一节都有可能断掉，断掉之后它还会再生，但是再生的尾巴会比较丑，因为没有骨头去做支撑。那下一集手工的清理会很辛苦吗？不会啊。真的吗？不太会，因为就像刚刚小许做的那样换纸巾而已。唯一缺点就是因为吃虫，所以可能会有点味道。吃荤嘛，就是跟猫一样嘛，本身没什么味道，然后大便巨臭这样。对对对对。给大家看一下我平常饲养的配置啊。那另外这种呢，我们是用赤玉土。那个赤玉土它有一个好处是它可以吸收一些味道，这边还有一些大便，但是其实我们现场是没有闻到什么味道。赤玉土要选择大颗粒，比手工的嘴巴还要大一点，让它们不要有机会可以吃误食。下一题，手工会认主人吗？它分得出食物跟主人的差别。基本上会养爬虫类的玩家不会以跟它们互动为乐，都不会拿起来给你吃。对，它们其实是欣赏型的宠物。手工那一年就会成体，类似三四个月，就是一个月。其实三四个月长很多，大蛮快。养手工一个月花费大概多少钱呢？200块左右吧。是没有那么多。啊，没那么多是吗？对啊，从一只一块来算，一个月40只40块，一个月电费40-50块，一个月100块内就能解决。手工需要洗澡吗？有的人会泡泡温水，哦、是会吗？等一下是会泡过泡到哪里？会啊，会啊，身体会抬高嘛，你就不要超过头部的部分。所以你遇到消化不顺，你就让它泡泡水。那你怎么知道消化顺不顺？大便看得出来。可以看出什么？没有消化的虫子。会。哦。它会喝水。太喝了，好有趣哦！直接示范给你看。所以平常也要放水给他吗？会，我都会放一点水，或者是喷一点水。好，那下一题，手工有蛋吗？会生蛋，母的小颗，大概鹌鹑蛋再小一点。啊，对。那其实基本上手工生蛋的话，母手工不管有没有交配，都有几率把蛋生出来。那如果没有交配，就是生空包蛋。没有受精的意思吗？对。鸡蛋那样子，就是你把它打开来看，其实长得差不多。是。哦、oh, ，OK。所以你吃过吗？没有，他们蛋其实蛮臭的。哦、真的、哦？那你以后如果有没受精蛋，可以给我。养手工的优缺点是什么呢？手工它很安静，整理起来也不会太费功夫啊，每个月花费也不多，大便有点臭。爬虫类里面，手工算是好互动了。像其他蛇啊、蜥蜴，可能你上手就会面临攻击性比较高。对。啊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惩罚环节。小许他刚刚总共错3题，所以他要吃3只。这个这么好的营养品，我们把它留给小飞机。可以啦，放进盒子里面喝。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惩罚了。有那么夸张？再一只杜比亚蟑螂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杜比亚蟑螂Oh my god！ 看起来真的好像深夜虫。呼！啊！成功了吗？没有。你这样明不白你的手工了。触感超奇怪，夹下去有一种咔嚓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嘴角。啊！手工 VS 鹌鹑，吃昆虫的方式谁具优势？鹌鹑手工请就定位。小飞机一个华丽开场 ，Start。电光石火间，宝文手工已经准备好吃第一餐了。隔壁的对手鹌鹑，身为鸟类，战略跟手工不同。手工完全现在呈现静止状态。它不像手工有尖锐的牙齿，只能靠嘴喙慢慢制服猎物。比起手工，它的动作就慢上很多。可以偷偷移动它吗？它只发现一只，然后就不动了。那我们先拍它。哇，吃进去了。手工花了约7秒吃掉第一只，鹌鹑则花了约38秒吃掉第一只。感觉很喜欢呢、欸，他很喜欢啊，超喜欢虫，只要会动的话，不动他不会发现。你要把它移动下来，移动到另外一边去。如果不是手工拦动，小飞机早就惨输了。哦，这是跌破眼镜啊！小飞机又吃掉一只。这边手工也迅速吃掉第二只，战况陷入焦灼。看小飞机怎么会发现？发现。手工只要头往左边一动，小飞机就输了。但小飞机不愧是吃货。要不要让他头看到那个？刚好看到，然后直接甩头走掉。至今没有虫子可以逃过它的魔掌。不过鹌鹑的吃虫方式真的是特费劲。终于在不懈努力之下完食。哇，超强的！嘴巴到底怎么塞进去的？吃货认证。倒是它，还是杜比亚蟑螂它比较没兴趣。人太小，不想吃。小飞机最终花了2分40秒吃掉全部。第二局
手工 vs 仓鼠吃昆虫方式谁居优势？好，开始。有捷运会发现吗？原来手工呆呆。看来手工普遍比较宅一点啦。难道手工是宠物界宅宅？好快哦，等一下。好的，他不打算吃。那换一只吗？换一只对手吗？跟摔跤一样。没有要吃的打算。换选手。他看到了。有，不能吃。不行，小军吃太慢，小军要输了。豹纹手工花了4秒吃掉第一只面包虫，而小尖卷还在吃第一只啊，人家手工都要吃第二只了。他不吃了，他没吃到哎、欸。他赢了，太快了啦！小尖你一只都要吃。最终小尖花了3分15秒才吃完第一只面包虫，真是太久了啦。吃掉单只的速度，手工大于鹌鹑大于仓鼠，完全出乎我预料之外啊！很开心这次可以请到小许来帮我们介绍手工的各种知识。我是小陈，我是小许，下次见。